嗯，为什么身上还有探测棒？啊，忘记还他了吗？你这个人最后不是会背叛吗？跟你讲，你就不该还给他，他就不会背叛你，你知道吗？隐藏剧情，懂？可是他要背叛的才有天赋点才可以拿，不是不是？如果你最后没有背叛的话，他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隐藏剧情，然后之后啊，他会给你两个天赋点，再加一件那个六连一。前期拓荒的时候是建议不要还给他比较好。嗯，突破可以解一次隐藏线吗？嗯，来不及啦，你们刚刚叫我还啊，看不到啦。真的也有人要去巴哈问了，靠北。看上次问那个有装 skin 会加58伤害，跑去巴哈问到底是啥鬼啦？剧透，你才刚看到从海边爬起来，没事啊，你等下再爬起来嘛。走到那个海滩底的时候啊，就会看到艾斯死掉了。就是你在害怕他的新手被霸凌，屁咧！我跟你讲，要怎么样才会被霸凌？要不要一个新手？新手就是去巴哈看那个攻略，看完之后抄了一个那个超奇怪的那个四节 BB， 然后抄完之后呢，他就会在游戏里面玩，玩一玩之后呢，然后，发现一直死，然后死一死之后呢，然后再开始被他的朋友霸凌，他妈这样才会被霸凌好吗？还有另外一种会被霸凌的、啊。来看台啊，看一看他妈的，然后被聊天室叫去世界二啊！我相信世界二应该是没有这么坏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太妖魔化世界二，因为你要这样子想，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坏的话，那个频道就会没有人，会渐渐的没有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频道一直都有人啊，代表说他们一定还是一群这个。该怎么说呢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嘛，代表说那个族群不会很小。去观摩一下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还加不进去嘞！哎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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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5589好挤一点。你打个安安就站起来了，为什么？也没怎样啊，你看，世界也是蛮 nice 的、啊。你看，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就太那个了，就最过分的就是你们了、啊，明明就没怎么样。不过世界二看起来比较好哎、欸，他这边的 ID 至少没有什么，没有一大堆什么 Payco 什么的，看起来比较不油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以后就来这里了。那5589太恶心了。有人在换图啊，也还好嘛。不是啊，你在5589也会有人骂你啊，不是一样意思吗？这边至少不洗屏，我觉得这边比5589好多了。5589那一堆那个77776666那个比这个还讨厌，我跟你讲。他不是说不能卖东西，怎么有一堆这个什么左二一十一的什么这种，这个不算卖吗？这个标准在哪里？那个算提供服务？那我提供一个 T16 地图四圣兽交换的服务，这样可以吗？哎嘿，哦来了，哎嘿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等一下要开始配口了，我跟你讲，这里看起来越像5589了，
我忽然觉得这里也没那么优了，越来越像五五八九了，没救了，沦陷了。啊！为什么不用上次打到绝九？干！我想啊，啊，每年都有人在问啊，为什么你还要玩这一支？为什么不玩下一支？然后又一个人来说，为什么要玩下一支？为什么不玩上一支？哇操！毛最多的欸，就你们欸。我觉得上一支是躺着打绝九欸，躺着欸，随便打欸，用老二打都会赢欸。派不用老二打的，拍完之后唱传哪里？传 Pornhub 吗？干，我是不是在5589啊？到处都一样啊！原来我误会5589了，我一直以为5589特别油、特别烦、特别会洗，原来到处都一样啊！干，我要回去跟他们道歉了。我曾经以为这里油到爆，然后又洗屏又烦，原来我错了，到处都一样，已经沦陷了，只是这里人比较多，所以感觉起来特别洗而已。你们没有最智障，你们是都一样智障。I'm sorry. You are just as 智障 as other channels. OK.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S 智障 S， 这是一个片语啊。什么 S 什么啊？就是拿 A 跟 B 比较啊。国中的时候应该有教啊。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好学啊，应该说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好学啊，不然大家不会玩 POE 啊，没好好学的都去玩第五人格啦。不准笑！